别暂停啊！暂停我也得看呢，说我得那什么，过两天可能要解说。中单莫干了，来了啊！看看这把怎么赶客啊？下路没空，中路没空，上路没空，这赶客个屁呀！这啊！才能说明一切。主抓上吧，上路笨一点，主抓上野吧，我去对面野区上野。一级学 Q 学 E 这是一个问题，学 Q 吧。打个蛤吧。打完蛤蟆，我决定这把术士。剑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我决定这把术士不术三了，我们术士。术士了以后，野区比较厉害。下路可以啊，走去上路，赶快一波大虫子。正好河蟹还没刷，河蟹刷蓝枪乌龟过去，来来来来来，死了。先挑飞，平 A 扎中 ，E A， 再 A， 抠一下闪现，抠两下。哎呀我靠，这天使伤害真低呀、啊！没有虚区啊，完全我一个人在打呀，兄弟呀、啊！就我一个人在这打呀，哎呦，简直了！从未破灭。我决定先来个耀光。奉吴王之命，下路还行，等惩戒好了的吧，我直接往下路走一波，别着急追，往后点来，胜利在呼唤，直接炸了，我直接扎到一下。上班打完怎么连技能都没交啊，这帮人呢，为什么还有闪现呢？交给我了。哎，勇往直前。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我操！你们
越塔让人杀了也是厉害了，就蓝枪在上路的同时我们需要做点动作啊。第一清了他的鸡，并且留一个鸡，呀没留住，那算了啊。清了他的鸡以后跳弹下来清他的石头人，清完他的石头人把下路赶赶死，下路逼死，已经死了，我直接戳一下两下挑起来扎一刀，算了不上了。嗯，还行吧，一万一。哎，这咋没扎着呢？不应该呀。正好我们回家。哎 ，beautiful， 哼，我正好回家。奉吴王之命，不亏。蓝枪敢打龙，我真是没想到啊。来往上倒，这拢我们的了。来，你去吃屎。我扎一 Q 一下，两下。那下路啊，也不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瞎了吧唧的，他妈一直点信号也不来。真让人脑袋都疼。我能点了十个信号吧？我能不能点了十个信号左右？没办法，那莫嘎拉伤害太高了。下路这波可以小尝试一下，你俩必须都给我死，别让奶妈抢我们人头啊。这小猫还被瞎当了呢，跟我过来打龙。蓝枪他妈搁这里头蹲我。嗯、啊，蓝枪人呢？哎，蓝枪人咋没了呢？你们能不能过来了？那下路杀完能不能打个龙？快点的！套了，那人家都活了，你说也不来帮着打龙，干鸡巴啥呢？你说真让人生气。我没想到，文音还行，行个屁行文音，我点一万个信号让他过来打龙也不打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我这血压直接上升，我大也不开那瞒着。
想拿条龙啊，这个费劲，可不能指望他们，还是得自己呀。我们的装备必须得好，关键的莫甘娜太烦人了。这个莫甘娜很讨厌厌啊，又有盾，完事伤害又高，他等级太高了，他九级。我不能被他大的，我被他大到就比较难打。哎，我去中路还杀不了，那瞒着七级，人家十级，我的天！你还没我打野等级高呢。你别让我戳着你！哎，这戳咋这么难戳呢？把这大虫子杀了，来，有没有大天使？对，让他吃。我旁边有天使，你要吃我？一股进军，我直接卸手。第二件装备直接卸手，我也不出什么。辣死之牙了，下路也打不过，交给我了。来妈来一口，来妈没来了，算了吧。信哥这英雄吧，拿硬装备好了也不厉害，其实。就一小套打完就没，也跑不了，他只能说是帮帮队友。打个蓝去，德玛西亚从不退缩。小龙该要了啊，这猫咪肯定是能追死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扎你，给我起立。小龙打了，你打红啊，打红也行，打吧。
长，长吗？长就对了。你往那边跑，你不必死吗？你说，我闪现扎，给我起立，扎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好顶。可以在野区这样穿梭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没顶着，把那野区都给他清了。大虫子自己打峡谷先锋呗。他给压力也给不上压力，没有压力。压了，卸手了。我觉得还是卸手破败这种的狠一点。我那啥吧，我整个巨酒。巨酒破败，我再出点魔抗装。勇士之魂从未破灭。我操！我操！我再扎！我这是卸手。我掏你！我的天哪！一顿控加虚弱呀！我感觉刚才这一波我应该能把他们全杀了，就是技能太多了。那最后又给套个虚弱，没个玩意儿呢！一顿控啊，控完就给那啥，控完就给虚弱。来个奶妈，我应该全杀了。勇往直前，没关系，我感觉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嗯，我不行啊，我这是短了呢，长。推中，万嘎拉死了，猫没有虚弱，我看这波你们谁能打死我啊？我下去杀这 ADC 的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。哎，就你叫小猫啊？我听说你叫小猫，他怎么有盾呢？哎呀，黑了我一下。没事，给这辅助瞎荡吧，没有关系。差400块钱。你俩把他红打了，去野区把他红打了。即将凯旋，咱就给他怼墙上。又短。
其实还是有点短的啊。还是觉得有点短。啊？为什么大龙没了呀？我的天哪！清清他野区没事，虽然他们把大龙打了，但是对面的等级还是不是很高的。哎，我同小兵有没有挑战啊？没有，我们只有同野怪才能有。哎呀，维恩秀起来了，维恩，我上高地了，让人枪毙了。我扎死你！我他妈一个挑的。出点啥呢？来点魔抗吧！我出个振奋。还能给我们回血，我们家还有个奶猫，行，我来个振奋，我再出点护甲，破败可以，破败也可以来一个，出个魔抗吧，那万干辣跟那大虫子魔法伤害挺高啊，出个屁魔抗啊，出魔抗，他们屁吗？他屁让我出魔抗吗？啊，屁吗？破败。俺们家可是有天使的人啊、哦、这把可别给他整没了。来，往下支援一波。我操，蓝枪我发现挺不怕死啊。你也挺不怕死啊。我抓。哟、哦、这一枪把我崩了。我其实我早点回，早点回头好。反正回头回慢了。你瞒大哥一共就一件半的装备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不过他二杠十二也就这装备了。别给他大，别跟他上。点小兵了，哎呀！哎呦我这都能打死啊，等我来，几个人啊，咱就别上了，拉倒了啊，那这不上已经不行了呀，感觉啊，没事还好，我扎，这别上了，这上去一打四，这不可能打得了，拉倒吧，你让我上去一个打三个我可以试一试，我扎。
我在崩，我想保住我们家的塔呀，这也不让动啊。谢谢奶妈的大招。哎，小龙，对面没有状态，来来来来来，小龙，我往前顶，我死就死了。哎，麻子先往前顶，谁蠢谁往前顶，来来来，万杀，先发蓝枪吧，万杀。你还敢让我扎到？我他妈的扎死你！你知道我有多长？嗯，走，打小龙去，我在打大龙去。哎，其实应该你俩打，我去拆基地，这波直接能破两路加大龙。但是我怕这俩傻子吧。他俩打不过你知道吗，我害怕，我想想还是算了吧，这波本来能破两路的。麻子去了，麻子有个屁用，麻子啥也推不下来，他推塔还没我快呢。麻子是啥也不是，还别指望他麻子。黑切，其实我想出一个春哥，因为我害怕我们有去无回。不过谁还不是一名勇士呢？真是，陷阵之志，有死无生，我扎你的奶！蓝枪看样子可能还要继续带，我们可以来试试看。我直接一个扎，我再一个扎，嘿！我扎。推塔呀兄弟们，死俩了，推塔了推塔了，我扎，闪现我扎，我再扎，奶妈给我打，奶妈来我，别再吃我，给我杀。哎呀，一枪就是，拿下，没见过这天使放个大，头一回，头一回。